十一，正念静坐，常静坐。请安排一个可以独处的时间，找一个安静的空间，以自然舒适的姿势坐下来。可以坐在椅子上，或者坐垫上，背部挺直而不僵硬，脸部、肩颈部放松，双手可以放在大腿或者膝盖上面。如果你习惯的话，也可以交叠。眼睛可以张开，视线下垂，或者轻轻地闭上双眼。调整一个沉稳庄严的姿势，让心很清醒的、觉醒的坐在这里。接着把注意力带到呼吸上面来，可以觉察呼吸的过程。气息从鼻腔进入胸腔、腹腔的感觉。也可以把注意力聚焦在鼻腔、胸腔、腹腔，你感觉呼吸比较明显的位置。那如果可以的话，最好是聚焦在腹部的呼吸。吸气的时候，觉察气息进入腹部；呼气的时候，觉察腹部微微的收缩。持续的跟呼吸在一起，让注意力安住在呼吸。不需要控制呼吸，自然呼吸就好。
如果觉察到心念飘走了，就看清楚一下刚刚正在想什么。也许是今天没做完的事，也许是明天要做的事，或者什么样的念头。我们的心会跑来跑去，本来就是很自然的，不需要批评自己。把每一次心念飘走的机会，都当作是一次觉察练习的机会。觉察到心念飘走了，就很温柔的再把觉知带回来呼吸就可以了。继续安住在呼吸，如果感觉能够安住在呼吸了，现在就让觉察的范围从呼吸扩展到全身。觉知整个身体的感受，整个身体的呼吸，随着呼吸身体微微的张跟缩，感觉全身作为一个整体，感觉全身的呼吸。
接着，一部分一部分的觉察身体，感觉臀部跟椅子、双脚跟地板或者垫子的接触。双脚、双腿、膝盖、臀部，碰触椅子的感觉。觉察一下双手放在大腿上，或者是双手互相接触的感觉。觉察一下整个的胸腔。腹腔、背部、所有的感觉、脸部、头部，肩颈部，所有的感觉。完整的觉察全身，伴随着呼吸的感受。尽可能的让觉知开放，觉察全身的呼吸，把身体的整体纳入广阔的觉察空间中。继续单纯的觉察全身的呼吸，一瞬间接着一瞬间，呼吸，全身的感觉。
慢慢的把注意力的聚光灯从身体放开，让觉知转移到听觉上面来。不需要寻找声音，只是打开听觉，听一下来自身体内部。外面的空间，前方、后方、上下方所有的声音，近的声音，远的声音，明显的声音，细微的声音，有一些声音也许断断续续的，有一些声音一直持续着。开放的觉察所有的声音出现，声音的停留、变化跟消失。也觉知没有声音时候的静默，还有所有声音背后的空间。尽可能的只是听声音本身，不需要思考声音的意义，直接觉知声音的高低、长短，还有来来去去。如果觉察到注意力又离开听声音了，就看一下心又跑到哪里去了。觉察到心念跑到哪里，很好，就这么很温柔的再把它带回来听声音。一瞬间，接着一瞬间的声音，
现在放下对声音的觉知，将注意的对象转到自己的念头上面来，让心里边出现的想法、念头、影像、计划、感觉都成为觉察的对象。就好像觉察声音的历程一样，把觉知的对象转向出现在心中的念头，注意念头出现的时间，念头的变化。念头的流动，消失，如果没有念头的时候，不需要特别去找念头，只是看着心灵的荧幕，有什么内容，有什么影像的出现，看着自然出现的许许多多的影像，就好像看着心灵的荧幕，流过一个一个的故事，看着它流动，不用跟着他走，不要卷入其中，就好像看着宽广无限的天空中飘过的云朵，无论念头像是乌云、白云、彩色的云，它出现就看着它，它飘走了，就让它过去。没有念头的时候，就觉知整个觉知的天空，念头的云朵会来来去去，觉知就像天空一样的，总是一直不变的在那里。如果有一些念头带着强烈的情绪或者感觉，
无论是愉快的或者不愉快的，可以觉察一下这样的情绪能量。如果有一些很强的情绪，也可以看看情绪呢，牵动身体的哪一些部位。情绪停留在身体上的感觉，不批判的，只是觉察它，允许它在，感受它。那如果没有任何的情绪，就一样感觉念头的出现、停留与消失。如果感觉到自己的心无法专注，或者变得散乱了，或者是一再的卷入想法跟想象当中，或者是被所创造出来的剧情拉走，可以觉察一下这些不喜欢的剧情或者喜欢的剧情发生的时候，脸部、肩膀或者其他的身体部位有什么样的感觉？有时候我们会有想要推开特定的不舒服的想法跟感觉的心念，如果有这样的强烈的感觉出现的时候，特别去看看身体想要抗拒它的收缩或者紧绷。如果注意到心乱了，没有关系，就让注意力再回到呼吸上来，回到身体作为整体的感觉。回到自己正坐在这里，呼吸着，觉知着，让觉知以身体跟呼吸为定锚。最后，试着放下觉知特定的对象。前面，我们专注在呼吸、声音或者念头。现在呢，就让觉知的范围完全的开放。觉察此时此刻出现在身体、出现在心里，还有空间中
所有的现象。试试看，就只是开放的觉知，呼吸，身体。也许有一些感受出现，情绪出现，声音、念头或者流动的影像，就只是坐着，觉知一切出现的身心现象。全然的清醒，松开想要抓住什么的心理的习惯，也不需要找寻任何的对象，只是让心开放的觉知，安住在开放的觉知的空间，如其所示的安住在此时此刻。最后再回到呼吸，回到身体，安住在这里，身心呼吸都在一起。慢慢的结束这一次的静坐，拍拍身体，动一动身体，按摩一下脸部，慢慢松开双脚、双腿。恭喜自己完成这一次的静坐，带着开放的觉知，回到现实生活中。